王宗品，那天怎么元宵节赶上飞机的？你还没谢谢我，等一下，王宗品，你儿子在那摄影棚里面大哭大闹大叫的时候，是谁在旁边？你是？鱼不能这样子，鱼浩然，王宗品，鱼浩然当初谁让给你的？王宗品，感觉我们两个家庭真的没有话讲了，真的。但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对我有实质上的帮助。对呀，实质上的。要不然我可以把你那么多年装傻的秘密讲出来，我告诉你。这样子好了，你还加那个？一下，三五。没有人管我，我可以叫两个。我要求，哦，阿健老师，超人气，来哦，哇，下次再邀请超人气跟罗宾，我不来了，我叫我穿的美美的。当然了，我们邀请来的都是男的呢是非常算具有这个绅士的风度，当然女的呢是温柔婉约啊。今天两队呢，而且各具特色，是可以说是天龙跟地虎的组合。嗯，好，赶快欢迎今天谁来玩枪的那个男女主角。好，来欢迎曹新平的罗宾，欢迎我们的王宗平，还有我们的苏伟伦。欢迎我们今天的台湾红不浪先生，对，我们红不浪主厨，来，谁来晚餐上场？表情让我们觉得现场应该有至少12000人了，不得了，好像一眼望去啊，看不尽的样子啊。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呢，我想来到法国一样啊，餐前的菜呢，我们一定有餐前酒，是好，这餐前的香槟呢，可以说是我们已经酝酿了至少有45年以上，来喽。名副其实的香槟啊，香槟在开的时候呢，它必须溢出来，这表示礼貌。好，现在呢，马上呢进行我们的啊，谁来晚餐？谁来晚餐？人类历史上最恐怖、最残酷的晚餐，参加者依照顺序由一开始，每人每次最多连喊3个顺号，后面的人继续往下接，报数的同时。随意无限加入各种调味料，喊中事先规定之恐怖数字的人，必须吃下这盘五味杂陈、痛苦挣扎的地狱晚餐。谁来晚餐？看看谁会完蛋的。来，看看恐怖数字。38，38，38，38。这个38妇女节，我请38的数字。六，王宗平，来，一二三，哦，4、5、6，7、8、9，大家拼命的，10、11、12，沙拉油啊，
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辣椒粉呢？辣椒粉啊。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。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幺六。二六。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。不能这样，跟浇花一样。还有心脏病啊。二七。二八。哎呦！哎呦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十八。完了。三一。你们一人加三下。不是，不不不不，等两下。不能讲，别人不能讲，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。哎呦，三一，三一。朋友嘛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大家交情到底怎么样。王中平，这个时候我是 safe 的，所以呢，中平就尽量加嘛。中平啊，中平，你的儿子有人在悬崖，你给你一个来，你看我反应于心吗？好的，我也老孩子好不好？王中平，那天怎么元宵节赶上飞机的？你还没谢谢我？等一下，王中平，你儿子在那摄影棚里面大哭大闹大叫的时候，是谁在旁边？你是？鱼不能这样子，鱼浩然，王中平，鱼浩然当初谁让给你的？王中平，以前我们两个家庭真的没有话讲了，真的。但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对我有实质上的帮助。对呀，学习上。秘密讲出来，我告诉你。这样子好了，你还加那个？一下，三五四，三五。没有人管我，我可以叫两个。你怎么跟你的交情？放屁！你放屁！我放屁！曹经理，我要要求，哦，阿健老师，敲了一，来哦，我妹妹跟我是多年交情，曹经理，我们要害子的害曾国城，来，曹经理先生。三五，听我先听，先听，你先听我说。三五，他刚刚那个舞我也会跳，你会跳吗？有没有人要看？你会跳吗？看一下嘛。曾国城跳得不错，我们真的是多加一点，跳得不错，应该多加一点鼓励啊！三六，笑脸，你也不用装了，因为你真的喊三。
三七啊，他也不会求你的。好吧。好，你不会整罐吧？你不会自己喊到三八？罗碧玲，这个会出人命的。罗碧玲，你真的？好可惜。这是我家的钥匙。怎么样？你如果直接喊三八的话，这钥匙就是你的。钥匙？你是叫我去做女佣是不是？终点女佣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会把牌桌整个都布置好之后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我要是现在不要的话，我会跪下。好了，这怎么叫求我呢？三七。在你的手上，这是我的。哎，是人喝的。我现在要叫大伟，大家。哎呦，你看这个，我的好友啊。哎，我靠，那个的。阿爷。下面麻辣火锅。我给的很少。我们是好友，喝吧，我们是朋友，你的人缘最好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没关系，这个山水有相逢，对，我祝你出入平安，我们会再度到。加一点比较顺，稀释一点，你越加越多，反而稀释一点，稀释一点。OK。什么感觉？好喝吗？你再不喝，我就准备全部倒下去了。来哥，你手下留情了耶！怎么还这么多？你老哥这边更多啊！我已经帮他讲话了。好，现在马上是我们第二回合，来，谁来晚餐？上菜啦！寿司的小，哎，好吃呢。寿司卷，好，从来没吃一个晚餐，吃到。这么紧张，好，来，到底是数字几？谁来发号施令呢？哎，好不好？来，慢慢来，先看看我们的恐怖数字，你看，43，好紧张啊！1、2、3，这是什么啊？4、5，哦，糖浆。6、7，8、9，889是什么？89、10、11、12。很小心，太想做善事了，这样来不及了，我告诉你。13、14、15，16、17、18，啊！不要。19、20，20。哦，那一坨真的是可爱。没来吃。21、22、23。好。哎，这可口多嘞。24、25。漂亮。真巧，该死你。难道真怕吃辣了？就告诉你，就你吃到了。26、27、28。这样有吗？29、31。好。哈哈哈。32。六字算一下而已，3、1、3、1是3、2、3、2，3、4、3、3、3、3、4、3、4，对，3、5、3、6、3、7、3、8、3、9、4、4、4、4、4、4、4，大家帮忙了，还在拍手，大家帮忙。啊！大家帮忙了，三四三四，
现在你三五。三五三六三七。好，三七。三八三九四十。好可怕。我跟你讲，以我们两个交情，你说谁跟你比？今天我告诉你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，当着2100万观众面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我为你做，你就做。你要学什么就学什么。你叫我跑，马上跑。你看你这，不是你说，你说我就做得出来。你说我就做得出来。哎，你看我是一个薄弱的女子，我已经吓得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所以奶哥不管讲多少，我现在只有皮皮抓的份。王东明，王东明，大哥爬给你看，你要我怎么样？要我滚吗？我把滚给你看。王东明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要爬又滚，要怎么样？他都没做，你看看我，他都一副动摇。你话太多了，我还来不及讲吗？王东明，这是一个现世报的时代。我们，你不在那边吗？不行。我怎么办？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哎，等一下，周平，真的。大姐说话来。因为你看啊，她等一下要坐飞机去意大利玩耍。这徐小玲至少还有18个小时可以拉。对。那时间是相当充裕的。对。飞机上面，飞机上这么无聊，你不拉人家干嘛？周平，我又爬又滚，你看我40岁的大男人，在德国的这么多小朋友面前做出那么卑微的动作，你这样最好了。奶哥刚才也爬了吗？嗯，也滚了。奶哥，我滚还给你。你就做个决定，你就让我死个痛快，死个瞑目，好不好？周平，我奶哥生气了，快点啊！这样就好了啦，要不然阿伯你吓我了。是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说了，奶哥，我告诉你，你敢叫命的话，你看看，你敢叫命，你看看。周平，你不能因为降落失力就害我。周平，我跟你说，你敢叫命的话，我翻天。对恶势力屈服，我们要对这个寓教于乐。朋友，我们不能对恶势力低头。你讲的有道理，我还是屈服吧。不行，不能要求求你了。你多加一点美奶汁好。是40，41，41。不要左右他，我就向上帝祷告。我向菩萨祷告。啊，受不了。尴尬的，快点，动作快点，奶哥赶飞机好不好？对，快点，你不要拖时间了。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十一。等一下，快干嘛？他要快啊！快，放下。好了，周平，求求你。大姐，不是，把桌子整理好，吃东西要吃下。哎，对，胃好痛。这个我这完全这一卷太大，好紧张哦，好可怕。哎呀，今天我们的友谊就到此为止。看我是不是？啊，你叫我在飞机上拉18个钟，我是不是跟你讲的？对啊。看你吃，我都饿了。怎样啦？喝水。那个太好吃，帮我打包回家好不好？搞了半天是好吃啊！打包回家喂狗，连狗都哭了。狗都不吃。为了你上飞机，掌声鼓励鼓励啊！有了，好，来，先干为敬，来，我们进行下一道菜。好，让我们
第三回合，谁来完餐，请上场。到底这次我们的这个恐怖数是多少呢？来，请看，54，顺时钟啊，好秀，一二，来罗比林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四五，六七八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好多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你不要加那个。二十。二一、二二。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。哎，加这样很好哦，好吃都好吃很多。二七、二八。都加上了。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。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。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。三八。三角四十，快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四三，四四四。我怕你怕什么？什么？四三，四四四五四六，四七四八四九。五十五一五二五三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四九，你们还是拜他。四九，五一，哦，都没有人要求我呢。这个人啊不会记仇的，对，好，他从这个二楼跳到一楼去就好了哈。尤其很值得奇怪的是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加一下的话，是曹希平啊。不是，我们不要再有这个机会同进退了。嗯，来，那我们先走好了。来来来，我们要把结论交代出来。不，刚刚罗宾已经加到了49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坐着坐着聊，坐着聊，坐着聊。哎呦，有人来帮我拉椅子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有人帮我拉椅子。哎，陈陈陈陈，不要让我摔倒哈。陈爷，你为什么帮我拉椅子呢？哇，我的车是脏的，你帮我洗车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帮你洗车。哎哎哎，皮鞋刚刚谁踩到了？我帮你擦，我帮你擦。擦一下，干净了吧？哎，这边也擦。你们这个局面跟刚刚差太多了。我让你决定了，好好，基本上你是我大哥嘛。就你让我发号施令。我来决定。那你一定是喊一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让你处置，好不好？让我来处置。每个都加一下的话，哎，就这么轻松。这是到现在20年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我要被这个画面了。我想啊，姜是老的大，我们有那是旧的好，能在演艺圈那么久的哈，算是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硕果仅存的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我觉得今天完事。我说我还是拉你一把。那每年都帮我讲话，真的真的。49下，从我现在开始，50往下接。好，这是非常质地精纯的黑胡椒三分熟。来，50，哎，50，五一五二。你们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我受不了。谁？在整桌上面，只有男生受害，我再也看不起这种状况。五三，我去啊！
两个人去的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好恶心啊！来来来，我没有，没有不要的，愿赌服输啊！我告诉你，没有喝还不知道那种感觉，喝完头发你让我特来讨饶。有了是，多久了？好恶心！有还滴出来，吐出来。哎呀，你这一碗哦，哎，算是里面其他拐弯你知道是什么味道？真的很恶心。这已经是最好的，这已经算最好吃的。好，自己喝，自己喝。这已经算最好。两口好不好？其实会很难喝啦。没有那么。两口，两口，两口。你看那些漂浮的都是沙。再一口，刚刚吐掉，三八，好，他是不是？不能说话了，不能说话，不可以，没有礼貌。推出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朋友呢，要知福惜福。我们平常的食物，不要说它不好吃，菜色不好，事实上呢，都比我们这个好。哎，好，今天我们谁来晚餐呢？刚刚我们三个苦家苦主啊，坐在一块，连成一线啊，连成一线啊。希望下次再邀请曹志平跟罗宾。不来了，我可不要。